花莲县府二十号晚间，在东大门夜市旁的大草皮，热情展开举行莎莎日常音乐会。原住民创作歌手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，为大家带来动人的美声演出。花莲县府原住民行政处二十号晚间，在东大门夜市草皮热情展开莎莎日常音乐会。活动第一阶段则是表演火舞展演，家长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表演。 紧接着就是今年度荣获2024年南岛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大会舞年度歌曲与文响，并且以苏布达意思就是泰鲁格族语一起走自意，运用泰鲁格族的古调融合创作新时代节奏，创作这首母语歌曲，在曲中有运用传统乐器木琴以及口簧琴，展演多首创作歌舞。 花莲县府原住民行政处部落进行一个科长周成表示，音乐会从4月份开始陆续办理，生活大家的喜爱，同时也发掘原住民歌手来分享洋溢的表演，为观众呈现充满活力以及创意的音乐盛事。县府原住民行政处表示，这是音乐会不仅是一个视听的盛宴，让听众在聆听音乐的同时，体验花莲的在地风情，也期盼与花莲相聚，共同度过一个难忘的音乐庆典，享受音乐与美食带来的双重愉悦。记者 John 黄少报道。